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Derek。那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一款叫做《英雄联盟大乱斗》的游戏。那它 icon 呢，就如同画面上这样。那我们就直接玩给大家看。好，那这款游戏呢，其实它是需要注册账号的。那麻烦各位玩家呢，在安装完这款游戏之后，再自己去做一个注册账号的动作。那或者是你可以跟脸书连结。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游戏给大家看。好，那首先进入游戏画面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最显眼的是上方这一排呢，这是我们的队伍钮，队伍栏。那这个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队长。好，那队长呢，通常就是我们一开始进入游戏之后，他会给你五个角色去选。那 Derek 是选的剑姬哦。好，那每一个角色呢，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像是有的是用物理攻击，有的是用魔法攻击，那有的是近距，有的是留在后面 support。支援我们的队友的，那这就等大家自己去做一个尝试。好，那这个游戏是需要网络游戏的，请各位玩家要注意一下，就是选一下WiFi 或者是网络讯号比较好的地方。好，接下来点一下这边，那你各位玩家我们点进去之后呢，大家看到这边有个绿勾勾吗？勾起来就是表示我们让这一张卡片去做一个出战的动作。OK， 像对刚点的这样。那我们就换了新的卡。好，那接下来我们会给玩家做一个卡片介绍。好，那我们这款游戏呢，其实它是有点类似卡片收集卡片的策略游戏哦。那我们需要做一个卡片的升级的动作的话呢，大家看到没有个升级？那我们要做升级的时候呢，就要点选其他的卡，那你就可以把其他卡吃掉呢，然后可以做一个等级升等的动作。好，类似像这个样子。我们刚选了四只大狼，那我们再点了升级之后呢，大家看到它现在升为六等。好，那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个方式呢，叫做进阶，那就类似进化我们的牌组。OK， 像大家看，我们选这个日女好了，本来是 2.5 颗星，那现在变成3颗星。OK。那我们的升级呢，是需要所谓的材料。那这些材料可能就请大家在冒险当中去做一个收集的动作。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为各位介绍一个直接进入。好，大家看到我们最下面这一排有个探险，直接进入呢，就是我们进行游戏的游玩。好，那我们就是类似一个闯关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就直接随便点其中一个关卡呢，去做一个玩。试玩给大家看动作。好，那基本上这种游戏呢，我们进入到关卡之后呢，我们玩家就不需要再做一个操作，他的卡片呢会自己做一个对战的一个过程哦。好，那其实就是这样。那基本上我们要操心的，就是刚刚大家看到我们的角色是排成一个 T 字形，那基本上就是右下角这个阵型的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拉，我们这边是可以安排自己的阵型，比如说我现在排成十字状。那每一种阵型呢，对于我们的游戏都是有影响，这就等待各位玩家去做一个尝试哦。好，那基本上好，那接下来我为各位介绍这个召唤的功能。那基本上这个召唤的功能呢，就是我们所谓一个抽卡的动作。好，那大家看到这个福利啊，这个福利就是因为我们英雄联盟呢，它最近是刚创建，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福利活动的地方。那这边有大家看到三栏，那基本上这三栏都是可以抽的。第一次到我们刚进入的时候，它是可以抽，然后它会有个冷却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一直抽。等到时间到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抽牌。那刚队友已经做试完了，所以这个史诗还在冷却。那我们就抽这个稀有的卡给大家看。好，那像这样我们就抽到了一张瑞文，那它是三颗星的卡。OK， 那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是需要更高的等级才能去做一个游玩动作。好，那就等待各位玩家去做其他尝试，这样好。那像这个系统呢，大乱斗系统是要40等，而这个男爵之路还没开放。那王者之路呢，只是需要60等才能玩。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装备的地方，装备也是需要10等。那这边要请大家就努力的去做一个升等，那我们就可以进入装备。好，再来是奖励啊，这奖励呢，我们每天都会有任务。那麻烦各位玩家记得去做一个任务，那我们就可以领奖，还有一个签到的每日签到的一个地方。OK，
那这款游戏它是需要网络的，所以请各位玩家要在网络比较良好的地方去做一个游戏。像这样我们连续登录一天呢，就可以领金币。好，接下来我为各位介绍我们的一个献祭系统。那基本上我们献祭啊，比如说我点了这个瑞文之后呢，我们可以点月幻。那点月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啊就可以比如说点这个木木，因为它是需要大家看到右下角这边有个这个叫阴魂子， OK， 那么阴魂子呢也是需要在做冒险当中可以得到的，那就可能打勾之后月幻，它就会换成12个阴魂子，大家理解吗？就是我们把这个卡片丢弃掉换回阴魂子的意思。好，那基本上这个培养呢就是可以培养我们生命卡片的生命力啊，或者是我们的攻击力，但是需要我们培养单的。那培养单可能就各位需要会玩家能到我们主页的一个商城做一个购买一个动作，或者是之后在冒险当中呢会有机会得到。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这款游戏呢就介绍到这边，那欢谢谢各位玩家的收看。那如果各位玩家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到我们游戏速播里面右下角官方下载按钮点下去就可以下载了。谢谢各位玩家的收看，拜拜。